早啊，够拼了！哎，结果再给过去，防你防，这个防守捏得很紧哦。进攻犯规了！哇，最后抓的是 Jason Tatum， 他的进攻犯规。嗯，过了半场啊 ，Netherkina 已经设好了半场这个 trapping 的一个角度啊。啊，这是球评在先前有不断对他们在奥运赛场上四连霸的这个目标要达成。没错，不过 KD 现在还差三分啊，才有办法在金牌战哦继续有三十分的表现。啊，双方，哇，这球发进来，结果又发。美国队只要没有发生失误啊，这场比赛应该可以顺利的拿下胜利啊。没错，前提是不能失误。带他的罚球前面是七罚六中，86%的命中率。